张针，然后张针是上的 T 呢，是吗？是超圆领短 T， 圆领短 T， 它是全棉的。然后你这一次的 T 里面，它的厚度算是比较厚，但还真的还是薄的，对，还是薄掉的。然后我觉得是因为以我这几年的经验，就是韩国夏天的 T 普遍都比较软，然后比较怎么讲，就像雪绒 T 一样，稍微比较软一点，软料是，对，比较软料。然后这件我觉得算是夏季的商品来说，它算是比较有挺度，对，就是他们都是这种比较软的嘛，其他都比较软。然后这一款算是稍微比较挺。稍微比较挺，但厚度还是薄的，所以你夏天穿是绝对没有问题，舒服的，是舒服的。然后它的版型是有点稍微微微落肩，然后袖长是比较长，所以也是推荐大家要卷一下袖子，要上一下，调整一下自己的比例，就是看起来瘦，稍微这样久一点，你可以照你喜欢，但也可以再长一点，可以再短，我喜欢长一点啊，这样子。那它的，我觉得它细节的部分，它虽然是一件 T， 但细节的地方还不错，就是你看它领口这个地方，就标签的地方，它这里还在压那个棉的缎带，是一点点小小设计，就让它的领口比较不容易变形。嗯，对，这个地方松紧这一块，圆领的这一块，你越洗它就连。它前面这个领口正面的地方它是没有做，因为怕就是你脖子会有感觉，但它是在后面这个地方还有在另外加一个就是扎实的棉缎带这样子，所以它就比较不会领口比较不会松掉的。嗯嗯。然后长度我们要再拉出来给大家看，它总共有5个色，6个色，这是暗红色、白色、燕麦性、黑色、花灰。然后我自己这款最推荐是蓝色跟花灰色，蓝色跟花灰色我觉得很弹。然后另外或者是如果你觉得你喜欢一些比较着色的色调的话，这个暗红色也可以。它有点像干燥玫瑰的那种感觉，不一样的。然后呢，刚刚的裤子是刚刚小白穿的高腰，然后现在刚刚是穿 M 号，对，你穿 M 号，对，我觉得 L 号也可以，就是如果他想要再宽这里，如果想要再宽一点，对，然后黑色我让你穿 L 号试试看。现在刚刚白色是穿 M 号，因为白色 L 号还没到货，所以给大家参考一下，就是大腿的松度大概是大腿跟臀的松度大概是，对，大概是这样，对，臀就是比较偏合身，但不是紧身，是刚刚好合身这样子。然后裤管还有一些空间，对。然后如果你想要再更瘦一点的话，然后我们就试穿黑色的 L 号给大家看。那上腰就是腰就是刚好，对，腰刚好，因为你是 M 号也是腰。然后穿衣长度是这样。我觉得就算是因为夏天真的是穿什么都很热，如果你想要穿比较休闲轻松的话，这一套的不管是颜色配色或是感觉，整体感觉材质上都还蛮适合台湾夏天。没错，好，你是姐姐吧？我是姐姐，哇，马上变上班姐。这裤子好，这裤子好瘦哦。你要穿这试试看，不知道可不可以试试看。这裤子很棘手哎，真的。